拉着东西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呀，小孩冲跑了，人冲跑了。呀，我靠啊！哎，有人！有人！赶紧穿鞋！小姐！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警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。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不行，那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可能没，外边水更高。沈阳外边水更高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门那个肩膀。